今天我们来打活动副本里面的地狱级，牵动众生的情爱。这里我们先洗技能。洗两回合。好，这里我们开雅斯娜。手是要全活，好的，这里我们直接转就可以了。雅斯娜内剑无视这个追击灵花这个速度。无视连击灵化，就是他刚才开的技能两回合，被无视这个盾。嗯，这里的话，拉雅斯娜角色住下来。雅斯娜如果有装自己龙科的话，他就会变成一消。好，我们再加减消一消其他的就可以了。八族属性腐蚀盾完全没问题。这里有个弓前盾，弓前盾的话，我不知道雅斯娜有没有武士弓前，看一看。我说他没有武士弓前。哦，他开技能就可以无视攻前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开这一个SAO 的成员进入一回合的亢奋。好，开雅斯呢，这样子他自己就可以无视攻前，应该是他自己而已。对，自身无视攻前，就是靠雅斯那打出去而已，打出那个伤害。这样子手消全活。这样子手下全火，这里一次会爆80000的那个伤害，所以不能三只一起爆，就留这一只水了，就不要手消全水，手消全活还有全木，水的话就留下来。这里下来手消全水。消一组火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消一组火会减少20%的那个减伤抗性。开结一，开雅斯娜。尽量消多一点火柱，
这里反手是要光，然后还要15连击。先关一关结衣，因为下一关会有那个附加消除。这里我们就手转吧，不要手消到光。这样子。只有克制敌人属性的攻击才可以对他造成伤害，所以我这里全部都是火，所以马上可以对他造成伤害，不能够消木珠，木珠精消这里。我们开心刀气流斩，直接送给他。这里非常麻烦的，非常麻烦，要两个十字。雅斯呢还没有跳起来，所以我看一下哦。先洗一回合，先洗一回合。好的，雅斯娜跳起来之后呢，就点一点这个龙科，还有雅斯娜，这里还有一个是这里吗？对，那我们再开这个主角，然后再把上面这个十字转到，其他的放到边边角角，不要笑到。然后确保有消到三十字就可以。轻松通关。